谢谢拖出去喂斯大林，赢的是我的呀！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/3的中奖概率，想参与抓紧时间啊！中奖概率非常高，1/3没送飞机的赶紧抓紧时间，谢谢 WWD 5。 玩呢，兄弟们，啊，算了，这电影没法看了，这看个电影抽个奖，我靠，咱们抽1000的给我来了7个飞机，玩呢，看不下去了，这电影。 拍地板，抠一下接 W， 再平 A， 平 A 拍地板，致命点燃，放 W， 抠死，哎呦，这下波抽奖不给我补俩，先抠一下走位，没事，我们应该是死不了。 我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居然都能晕到我，这后边都会有个小兵。不干他，我们等个皮，先抠他一下，拍地板给他拍出来，W一手，再平 A， 好，把他杀了，不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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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，不能打了，这就被踢了。 那韩国的那个警察也是厉害呀！你说一个小女孩能失手把一个小男孩给打死，你说她得多大劲儿？你说，这查的时候不查一查吗？都。 干嘛走位？哎呀，这波走位有问题啊！先拍地板，先抠一下，慢慢抠他。我们先不上去跟他打，等我们升个6，这波就可以杀了，抠一下。 他把Q给用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 E，Q E 连走 ，W 一手再平 A 走位，平 A 抠一下吃饼干，拍地板，直接拍死！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干什么呀？ 你都来几趟了？过分了啊！这不跑不行了，这不跑感觉要死了。你这老是我一身血跑过来赶赶我，你赶赶点别人啊！你说你就搁上路野区待着，你不去点别地方吗？
先抠一下这碗壕。碗壕的蓄区还是很高的啊，都打不了拍地板。再抠再拍，少了。别急，我们这波没有大啊，但是我们有皮，先抠一下。致命点炎，拍地板，接个平 A， 省得他打不了好，先直接把他打死，明白吧？不要了。查个眼儿，这就是完美答案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完美第一，胜率上单，石头赢。挂机了，人呢？5-15，人没了。你咋又来了呢？你要干嘛呀？到底呀？你大爷的！是的。哎，好生气啊！他老过来，来，闪现扣我，来不来？来不来？来不来？逼他个闪啊！瞎子马上到，别着急。骂人了？怎么骂人了？你大爷还算骂人啊？我刚想说你大爷的身体好不好呢？我摁问候一下都不行吗？我打死他，漂亮！哦哟！碗壕没了，挂机了，好像。我们已经暗夜收割者了，他再敢来，我们就把他秒了。不用你回回老带个 buff， 小伙子，你要再敢来，我绝对秒你。又是你。又是你，嗯，兜你好几回了，你差不多得了你。你还以为我是刚才那石头营吗？我不是了，我有点起飞了。
找他，他没有到，找他，找他就找到海隐。我们先杀的基姆啊，来杀海眼 ，Q 一下，我原地起飞，他跑了，那没办法了，我 Q 你一下，再拍你一下。W 一下，好丁，我给你扛塔，你给我打死他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你这也不行事儿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让我 Q 一下，拜拜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追我！我回家了，还追呀、啊？哎，我就今天即使让你追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我就让你追了，给他一个。来一个美甲的窃魂卷。这个积木是主抠的，我没想到啊。这个致盲吹剑有点痛。我觉得英雄联盟现在设计的吧。太简单了，不让你开发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以前戒指都能买好几个，现在都不让买。你这么有钱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买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让我买？我就想买。刚才就你杀我是吧？换了的，早知道杀小花毛了。我就想买两件，为啥不让我买呀？对不对？你整的这太简单了，都不让买，也开发不了啥玩意儿了。我这以前都能买好几个戒指、买瓶药的。无尽也是只能出一个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搞得这么简单不？因为所有的游戏啊，如果你难了一点的话，你的玩家就有可能就会被劝退。这个世界上还是笨逼比较多，当然不包括各位啊。他为了游戏比较轻松，玩的人会比较多，他就搞的就只是很简单啊，这样会增加他的这个在线率。这小积木，这把居然不是 MVP。